阵容，全新赛制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你还记得他们的成名曲吗？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星光六将要挑战天王天后的代表作，为了诠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六班做了不少功课，而他们的努力也让这些名曲有了不同的样貌。左岸老师一个打五颗星的满分，对啊，而且连我的鸡皮疙瘩都是有层次的，唱得非常好，处理比较低的跟比较高的地方都处理得非常好，非常的享受，非常的吸引人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Please open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我最老一个难忘。阵容表现出色，胡夏更突破以往，拿下首次满分。今天真的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很感动，真的很让人家很感动，佩服佩服。胡夏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0分。准时收看我们的超级星光大道。今天呢，在我们这个演唱的主题叫做天王天后的成名曲金曲，所以呢一定有一定的难度。为什么？这个难度不但是歌本身的技巧，同时呢也因为它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，所以你必须要唱得非常好，因为有可能观众朋友唱得比你还好，所以要请所有选手加油啦，先给自己掌声鼓励。为大家说明比赛规则，六班选手演唱天王天后的成名歌曲，成绩未满16分将进入失败区等候，本周预计淘汰一人。而今天的评审阵容包括了音乐精灵黄韵玲、唱片制作人陈子红、创作才女左安安、唱作俱佳的歌手黄大炜、国际知名造型师 Roger、